其他小麻烦完之前走出去。喂，呢个系我个口爱联欢会啊，第一啖蛋糕应该系我食噶。苹果丽丽就到门口啦，苹果丽丽嚟咗啦！我听完扭扭嘅事之后，几担心你唔嚟啊！我好开心你终于睇得开海外标记嘅事啊！有啲事只会喺适当嘅时候发生。太过急躁只会搞到自己好辛苦噶啫，我先走先啦。睇嚟你有朋友想同你讲嘢喎。哇哇哇！睇下系边个？好靓嘅外套啊！佢系我啱啱整噶，真系好突出你嘅可爱标记啊！啊，等阵啊，冇错啦，你未有噶？我有可爱标记噶。吓咩话？系几时嘅事啊？今早就啦，系真嘅，俾我睇下。唔可以喎，唔可以俾你睇啊！我个可爱标记实在太过特别啦，我惊如果一露出嚟，大家都会注视我，而唔系你咯。喺联欢会度出丑喎，你想唔想象到系几难堪啊？啊，由佢啦，我先至唔想睇啊。好啦，咁我就有嘢要做啊，玩得开心啲啦吧。啊！我弟弟啊，真系好特别、好可爱嘅标记啊！真系唔错，白雪雪，几有好特别。你哋对白雪雪有意见？我系话，你哋对白雪雪有意见？问题就是他根本就咩专长都冇啊！唔系啊，咁代表他充满潜能，咁代表他可能擅长做任何嘢，他的可能性是无限的。他可能是伟大的科学家，或者出色的艺术家，又或者著名作家，他甚至有一日可能是小马镇镇长啊！而不是好像你哋咁冇其他可能。喂，呢个联欢会是我的，你到底是边个啊？因为。啊！你哋两个都冇可爱标记，我以为我系最后一个。我哋都以为自己系最后啊！我都觉得你哋三个系好幸运嘅小马。幸运？佢哋点解幸运啊？佢哋仍然要去探索，去了解自己系边个，到底会成为边个？而佢哋就有成个世界同无限嘅未来去揾啦，而唔单止系一个下昼。话俾我知啊！你觉得你会唔会做到镇长啊？或者我个可爱标记嚟得太早啦？喂，大家做乜嘢？呢个联欢会系我噶，大家应该注视我一个啊！无论点都好，你目标嘅就系输咗，啱嘛？做成第日啦，拍拍手糖鸡。我冇心机玩啊！咦，呢个标记系咩啊？我叫做醒目露露啊！我叫做甜心宝宝，苹果丽丽啊！我喺度谂，既然我哋系朋友，我系话我哋系朋友啊吓，点会唔系？我哋都系一样，冇可爱标记，钻石对阿叻同银汤匙搞到我发癫啊，完全发癫啊！既然我哋系朋友，咁点解我哋唔一齐去搞清楚自己系边个，第二时会成为边个咧？我哋可以成立一个秘密社团啦！我中意呢个提议啊！秘密社团，冇错。我哋要改个名啊！可爱三马行，定系可爱梦幻队？不如可爱军团啊！好好听啊！冇错啊，真系好正啊！我哋打都打唔住啊！点解我哋唔食纸杯蛋糕庆祝下咧？唔好食纸杯蛋糕，信我啦！
我哋去搵啲曲奇呀。好啊。亲爱嘅宇宙公主，我好高兴可以向你汇报，有一位年轻嘅子民，佢明白到友谊嘅珍贵，有时可能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事实上都可以帮你认识到新的朋友，以及认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。